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鬼。我们今天回到很久很久没回来的《勇者别嚣张》的世界了。那我们之前呢在抽奖，然后抽到一只猫。那我后来去抓了好多鱼哦，我大概抓了十几只鱼，才终于把这只猫收服。猫超爱吃鱼，超多鱼才能收服它。好，那我现在好像要做什么呢？糟糕，因为这个游戏这个地图就是还蛮大的，然后有点自由，所以要做什么的话其实好多事可以做也糟糕。我们先走主线好了。好，那这边要解主线的话，我们得先去女仆咖啡厅。那猫可能没办法穿越那种传送门，我自己去好了。好啦，我们先去个女仆咖啡厅吧。秘密传送门啊，不要跟别人说哦。走喽。就，当，好啦，之前为什么要做这么高？应该就是觉得煞气吧，感觉有点像下水道的感觉。好，那旁边有写一个 loading ing， 好，有点怪 ，loading。好啦，那往女仆咖啡厅咯。那这个女仆咖啡厅就是我这个勇者别嚣张的前一个作品，前一个解谜的作品，那就是勇者就是这个，就是这里啦。那这边是回不去的，对，这边进来就回不去咯。所以我们要来解决这个地方。好啦，那这边呢，女仆咖啡厅是可以调整成和平模式的，因为里面有点暗，安德会有点多啊，所以客人有点多，有点挤，我们还是调整和平模式吧。好，那这边呢，这边有一个本周活动，找饼干换特别服务，萌萌嘟嘟黑，参加无聊免费的哦，总共有10个饼干，有一个隐藏的秘密。好啦，那基本上原本的女仆咖啡厅是一个解谜的游戏，那这边剧情上呢，就是突然变成逃脱解谜会有点奇怪，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找东西的小活动。对，这边是可以用饼干换一些蛋糕，然后有一些奖励啊。这边如果换钻石，你可以直接去做个钻石剑哦，有钻石剑应该会非常的好用。好啦，那我就来一个作者优势吧。快速找饼干。作者优势。好，那饼干呢，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会有一些那个小提示啦，可以找一下，应该不会太难找。好，那有一些东西可以收一收。好，先放着。好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村民，这边有一个木棒。好，那木棒可以拿来烤东西，你有生的东西可以直接烤，那这边机关就会直接开。好，我们就来找找东西吧。这边是饮料机，我们要去找水瓶，找水瓶做饮料。好，饮料机，好啦，旁边的吧台，烤饼干，这有烤饼干。啊，这里是一些图片。好，这里本来是恶搞了很多人。好，这边是我的照片。好，这是端着刚出炉的蛋糕，周围排一圈的店内的女仆员工们，然后四周突然好多人飞扑进来，造成一片混乱的大合照。好啦，那原本在女仆咖啡厅中，这边是恶搞了许多当时的地图制作师啦，当时的实况主，当时在巴哈比较常出现的人，对，都在这边恶搞中。好，那这边很多村民客人吧，就算客人。好啦，这是一些拍照图片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储藏室，储藏室有蛋啊，糟糕，我已经吃饱了。这边我们可以来等一下来偷吃一下饼干。好，不过现在有点吃饱了。好啦，那这边有说烤箱坏了，只能用右边的烤箱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提示。总之，我们先拿个饼干吧。
饼干，饼干，我记得这边某个椅子底下，某个椅子底下，突然找不到，某个椅子底下有东西，哎，哎，没有吗？我怎么记得有？哎，没有哎，哎，我记得有啊，我藏到哪里去了？我都不知道我藏到哪里了。记得有啊，在这里啦，这里这里，找到了啦，在桌子底下。好啦，然后这边旁边的小地方，高级沙发区啊，这边也有东西，要找一下这里。好，这里真的是有点隐秘，而且因为就是有点阴影，所以不太好看到。以前就是蛮邪恶的，以前就喜欢乱藏东西啊。现在开始玩别人的作品之后呢，就会发现这乱藏东西的作者真的都是太可恶了，真太可恶，太难找了吧。好啦，那我们要继续找二楼。二楼倒是比较多，因为当初这款地图就是从二楼开始的。对，好，这边有人欸。嗨。哦，绿宝石哦，锋利三，哇哦，哎，这个村民交换的东西有点强哎，我们换一下好了，锋利三有点强哎，哎，咖啡店里面也遇到高人，遇到好厉害的铁匠附魔师啊，好，这边哇，哇塞，钻石胸甲防御投射三。可惜我没有钻石胸甲。哎，这边的咖啡厅的人真的是深藏不露。好，这边有杂志柜，下面有东西。好，那再看一下，这边倒是没东西啊，这边都是装饰用的地方。厕所，来看一下厕所。那先来南侧。啊，南侧啊，南侧就是有一些小故事啦，小小故事。当初也是在恶搞的样子。好啦，那这边偷窥就得跳跳跳。后面有一个按钮，这样按到吗？哦，按到了。好 ，OK。有一个颇难按的地方。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楼梯，偷窥用楼梯。哎呦，不小心摔了。然后这里。旁边有一个箱子，但是从这个地方拿不到，有没有很邪的？就是看起来拿得到，但是我们，因为这个半这边的这个面向只会点到这个栅栏，所以没办法拿得到。我们要去女厕，去女厕、哦，女厕，女厕，好，女厕的话，我记得第二间楼头上有东西哦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以前我自己玩这个女仆咖啡厅的时候，我自己都没有找到的一个地方。后来是大家留言，我才想起来，对，女厕第二间头上还有东西。好，那这边基本上藏东西的地方跟原本的剧情是差不多的啦。这边拿 CD， 好，这边可以去那个员工休息室出仓区这边。这边用的是古早的音乐盒的辨识器，好，这样可以打开，还可以退卡哦。退卡之后还可以当匕首卡使用哦。但是虽然是一样的东西啊，但是我们还是就是留在这里就好了。好，那这边是出仓准备区的厨房，开个灯吧。好，那这边开灯，这边有一个。楼下会有一个秘诀，就是说左边的炉火按下去，一二三，按下去，好，这边就会有一个秘密地方可以打开。当然，这个是算是隐藏的东西，对，这是比较难找到的一个东西哦。那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在楼下可以换一颗钻石，换两颗钻石，算是最大奖，对，算是最好的东西。好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没有东西了。现在我们去楼上，楼上
哦，楼上这里有一个变电箱，我们先按吧，在后面会有提示。好，那变电箱其实它是一个红石延长器，红石中继器，那一样是用的那种流水 BUD， 就是你只要把它那个按一下，它中继器把它调整一下。哦，这边是客厅，我们这边有浴室。好，这边浴室会有说那个这边本来有玻璃门哦，这边自动门因为没有电了，所以我们要去玄关的变电箱看看。好，那变电箱很小，但是你还是把手伸进去调整所以它提示其实还做的蛮多的啦，后来有增加很多提示。然后这边有一张有一个要洗的内裤，对，好，这边我们就把内裤丢进这个不同洗衣机，我丢。好，然后这边有沐浴间，这边有一个拉杆，因为拉杆会是说卧室附近的拉杆。好啦，我们就去拉啦。嗯，我们这样也可以摔，明明这么矮也可以摔，怎么回事？好，走走走，去浴室。那后面这里本来是需要一个零件才可以开的，不过我们这边会就是简化一些机关，所以直接开。那马桶下面有饼干，这你敢吃吗？马桶下面有饼干。好啦，那这边是书房，我们先去卧室啦。然后卧室开了，然后卧室的话有些摆设，然后双人床，那这边很多衣物，那这边还有一件裤子。那这个裤子倒是真的是给我们穿的啦，真的是给我们穿的。好，仙人掌绿，我不晓得仙人掌绿要干嘛我怎么会放一个仙人掌绿在这里？突然忘记要做什么。好，那先放着吧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秘密箱子，这里算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哦，藏在这里。那这边一定要对着这个箱子按前才爬得上来。对，算是一个当时发现的一个藤蔓的一个特性。好，可以这样爬上来。好啦，那就走啦。好，快速过关。那接下来就是隔壁的书房。开，隔壁的书房倒是这边。好，这边是食谱书柜，然后饼干。好，然后后面还有一扇门。咦，隐藏食谱。不过这里倒是没有东西啦，里面只是好像是小提示的样子，原本的地图中是小提示的地方。好，那所有饼干应该都拿到了吧？啊，还没，后面还有，楼下还有。对，我们楼下有一个地方要耗保时度，要吃蛋糕的地方，我先调整成简单，这样才会扣保时度，因为和平的话是不会扣的。好啦，已经扣半格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就可以去楼下。怎么跑过来这里了？钻石铠甲的跑过来这里，跑太远了吧你？好，我们去楼下。楼上差不多就这样子了。然后楼下，我们的储藏间，楼梯储藏间，这边吃一口蛋糕吧。然后这里会有一个生鱼。生鱼的话，我们就用，这边，这个算是哪里？这里算收银台的地方，员工的地方。这边我们用生鱼烤生鱼。好，那这边要两根木棍才能烤熟一只鱼，你就让它烤熟吧。那烤熟鱼我们自己就可以吃了。好，自己吃鱼。好，那烤熟之后呢？员工的地方后面有一个吧台准备区，就突然就打开了，这边有一个饮料柜，玻璃瓶，我们去喝杯饮料吧。喝饮料，饮料，装个水，然后把它丢进去。那这边呢，你可以，这边是要可以大家自己可以做药水。那我们这边会先把它做成一瓶尴尬的药水，
那之后那个就是基底啦，药水的基底，应该很多人没有做过这个药水吧？好，这里有一个故事，新来的女仆还可以换骨头，骨头，换骨头做什么？我有点忘记，换骨头好像是给狗狗吗？好像也不用啊，好像是给狗的，对，给狗才可以收服，然后去收服狗狗的样子。好，不过我现在好像没有狗狗，我们这边这个记得是一个小故事，换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好啦，新来的女仆，勇者带了一名少女，说要把她卖给我们店。店长本来不收的，可是勇者突然生气的说要把这间店斩成两半，最后没办法，只好买下啦。他的话在员工休息室做准备哦。如果你要找他的话，先帮我烤个鱼，还有调杯饮料吧。今天客人很多啊，忙不过来啊，也是一个剧情的小提示，那就是呼应勇者把那个魔王大人给卖过来了。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到后面。好，第二告示牌，这边就是我们的爸爸魔王大人啦，魔王大人。那这边可以用碗跟他换个蘑菇炖汤哦，如果你肚子饿的话。好，然后这边是镇长啊，你要离开的话，帮我跟杜巴顿的镇长打声招呼，他是这里的常客呢。好啦，镇长在水池哦，这边是下一个主线任务的提示，你看到他在水池里玩的看起来很开心呢。好啦，那这边是爸爸的故事。哦，这不是乖儿子吗？啊，其实是我一时大意，被勇者绑架到这里，还被变成了女孩呢。但是啊，这边的生活还不错哦，可以跟一群年轻妹妹摸来摸去，也不会被揍呢。好，他已经变成女生了。好，那不用担心我，攻略完女主角后就回去啦。啊，你说你想帮我报仇吗？勇者好像往黑曜城去了，你可以去阿尔庞斯塔底下，可以得到情报哦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解决了这里的主线任务了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本来是要有一个找到一个中介之眼的地方才能回去，但我这边不是解谜，所以就可以直接回去啦。不过这边我们可以先去前面找店员换东西。那个店员呢？这里吧。好，这边可以换东西，这边看你想换什么。好，这边的话你可以换狼哦。那我这边就换蛋糕吧，换蛋糕，然后蛋糕再换钻石。然后我两个蛋糕，我可以换四颗钻石，当然，好啦，这样我之后就可以做个钻石剑了，不错吧？钻石剑，然后差不多解决了，我们可以回去喽。好，那这个床当初是一个很帅的机关哦，睡上去就被摔下来。它是马上睡上去，然后触动一个 BUD， 然后用活塞把床给推掉，那会进入一个有点幽灵状态的感觉。这时候好像当时的版本好像有时候有点穿墙的感觉，然后好像会有点睡觉，好像会有点混乱的感觉。那这边我们就会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了。那回来的地方跟出来的地方是不一样的。当初是应用这个地狱门有一个传送的感觉。我们传送到刚刚那个 loading 的地方其实是地狱。那地狱走了一段路呢，再回来，然后会到一个不同的地方。对，地狱的路径好像是现实世界的八倍还是什么样的样子，我记得距离感是不一样的，时间跟距离感都不一样。好，那这边是回来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电梯，但是这个电梯呢，当时这个技术就是有点lag的话会运作会不太好。我们应该按右边电梯上楼。好，看来我这边上不去，这边有点卡。再试一次好了。
欸，卡住了，可恶，不让我坐啊！想坐，因为如果这个电梯能坐的话，其实还蛮帅的。再试一次吧。欸，好，顺利上来。欸，快上来了说，快到了说。啊，好啦，如果电梯你不能坐的话，旁边有一个紧急的水电梯。好，有时候累个没办法搭，很可惜，帅气的电梯啊。好啦，那上来的地方就是这里啦。然后电梯上来也就是这里啦。那这边可以出去了。那我们的难度啊，我们还在波卡城，所以没关系。好，那这边可以往上爬，往上爬，爬爬爬爬爬。好，爬上来了，爬上来了，这里有一个拉杆。拉起来就可以重见天日了。哦，这里是教会的后面，教会的后方。那这个时间久了，它自己会关起来。对，那个久了自己会关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回到了王城了，多卡坡王城。好，那这边差不多就是解掉了这个主线任务，然后。瞭望台啊，瞭望台上面记得有一些小宝箱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先来解解主线好了。那这边解完刚刚的主线，会提到说，镇长在水池中玩得很开心。那这边是前面一个提示说，女仆咖啡厅的名片，好，就是看到这个告示牌就可以往女仆咖啡厅前进了。那这边突起一个踏板，原本是没有的，就是解完刚刚的主线才有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可以去这里水中的池中的世界。那池中的世界又是当初的一个梗了，当初一个一个知名实况主玩的一个很有算什么很有经典的一个地图，很经典的一个地图。那也是一个当初的一个代表作。好啦，那我们这集差不多先到这边，就是解决女仆的主线任务二，应该算主线任务三了。好，水池中算是最后一个主线，当然其他还有一些支线，很多支线啊，杜巴顿镇，然后那边可以打工赚钱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下集就先把这个这边水池下的下一个主线先把它解掉吧。好啦，那我们的勇者别嚣张啊，这集先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那这故事真的有点长欸，不晓得要不要继续下去，因为觉得好像有点太长啊。本来想说只是想要介绍一下自己做的地图的那个经过，但真的要玩的话，其实它是一个蛮长篇的一个地图啊。好啦，到时候我们来看，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看，就看如果喜欢看的话，我们再继续解下去吧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